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报点的是啊，西方有一句话啊，说魔鬼都藏在细节中啊。今天要讲的是魔鬼都藏在马克杯里面了。好，就这个马克杯。好，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一节，小小的马克杯，我们平常生活都在用，想说应该没有问题啊，日常需要。可是这里面藏着大秘密，哈，我们这边来看，好，这是我们前面谈的吉鸿跟彰化县政府在马克杯的采购上面的事情，好，而且我们等一下会谈其他手法几乎一模一样。吉鸿在95年、98年的时候，以31块到32块，总共标到了几乎50万个马克杯，好。可是后来在99年，有一个新的哦，这个厂商切进来，好、哦，他比较白目啦，他用28块标到，各位知道28块比31块、32块便宜呀、啊，他当然要标到。可是后来被彰化县政府打枪，说怎样品质不良，所以怎样废标了，最后又给吉鸿28.6块。我们刚才也讨论过，吉鸿有非常多的问题，借就是自己这个借尸还魂啦、啊，哈、哦，那违标的事情。可各位可以看到哦，整个这个马克杯，光是从吉鸿到艺品，其实议员也讲过，差了100多万，快200多万。这是谁的钱？这是老百姓的钱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只有这个马克杯有这个问题吗？好，其实我们讨论过丝带，丝带更夸张。好，这个黄世吉先生哈，今天传说已经变成污点证人了哈。他那时候在这个丝带招标前哦，就跟厂盛借名字哈去做哦，那厂盛在中国广东做。徐律师，各位观众，大家知道哦，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在开标哦，厂盛都不知道，黄世奇都不知道他会标到这个东西哦。这时候有另外一家进来标，比较便宜，标到以后呢，一样，好、哦，被县政府这个品质啦，降低这个采购的数量啊，其实也是弃标，最后就是由黄世奇，好、哦。透过厂盛的名字哈，去拿到这个37.7块。各位，黄世吉为什么要当污点证人？这里面还有个所谓1000万，他跟这个卓伯源的弟弟卓伯仲之间1000万，到底是跑到哪里去的问题？有人说已经跑到国民党马吴竞选总部去了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如果透过正常的招标，其实是可以价格比较便宜的。可是他为什么都给价格比较高的？就前面议员有谈过，除了前面的马克杯，这边的丝带，各位再看下一个，哦，瓷碗啊，这个是徐律师每天都放在这个节目前面来看的，瓷碗也是一样啊，这个。本来很有名的这个艺品公司标到，结果一样被废标，为什么？因为颗粒太粗了，颜色深浅。徐律师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想问的问题是说，这样一个小小的马克杯，好、哦，马总统都说一个马克杯都不能拿哦，结果现在竟然变成什么？变成贪腐的重点了、啊。贪腐的秘密都在这个马克杯里面了。嗯，徐老师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？当今天有人在质疑说，当时这个丝带，记不记得你拿到的，在台北拿到那个是 Made in China 啊，那个标还在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很多在台中啊、彰化啦、啊、南投啦、啊、其他地方拿到的，很多是把那个 Made in Taiwan 的标都剪掉了。所以有人在讲说，这个杯子会不会也是 made in China 啊？但是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标啊，这个碗呢会不会也是 made in China 啊？所以啊，人家怀疑这个，那剪掉应不应该
该也往这方面去查查看有没有进口的资料啊等等。哎，检调是不是应该也查这些资料呢？对，徐律师，我想你是专家，这些东西都是用县政府、用县长名义送的。如果它里面有所谓把这个标弄掉，把产地名字弄掉，这有没有诈欺的嫌疑啊？这会不会有法律上的问题啊？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县政府的心态是什么？我们接下来看一段新闻，跟这个有关系的。里珍品批发大王石井郎拿起架上展示的瓷碗样品，一肚子怨气难消。这原本是100年度要帮彰化县府做的重阳敬老瓷碗，上头都印上县长卓伯元的名字，最后却疑似被县府刻意刁难，3000万的标案被废标，损失惨重。刚开始我被废标，会感觉他们有一种吹毛求疵的感觉，刚开始生气一定是会的。究竟彰化县政府有没有刻意刁难？按照县府给的图档制作，送样3次，每次都被打枪。像是嫌弃这天堂鸟的花瓣颗粒太粗，不然就是嫌这玫瑰花颜色一下太深，一下太浅。最后县府直接废标，害业者已经投入制作的1000万就此跑堂。外传要做彰化县政府生意的厂商都知道，想要标案进行顺利，就要找县长的弟弟卓伯仲打通关。难道是石井郎不懂规矩才被刁难？后来赶紧请人牵线找卓伯仲，却遭到拒绝。难道就像环保袋弊案一样，早有内定厂商？你下标之后，是不是有人跟你暗示了什么事情？这个不会。会觉得说自己很遗憾，没有关系去牵线，然后让你惨赔1000万。啊，反正这些东西会到做了啊，就慢慢的来消化掉了。这波调查卓伯仲采购弊案行动中，台湾里珍品批发大王也被约谈协助厘清相关传闻，可见案情有可能扩大侦查。其实石井郎当初接下标案，就有人说他会死得很惨，做了30年生意，还是第一次被废标，惨赔1000万。他寻求商业仲裁，证明自己的瓷碗没有问题。不过他不打算跟彰化县政府打官司，只想证明自己的商誉跟品质绝对没问题。请问你看这碗啦、啊、杯啊，吼、啊，甚至讲大个到府上，你若无甲讲甲县政府有关的人接触啦。每下下场拢死要做啥物？哦，你看这看到啊，迄个这厂商跟咱这魏明古讲的这赔下代志，哦，加这看到啊，这个当署长讲换的代志，哦，加这个进行这个高尔夫球场的代志，拢赶快。看到啊，几个拢委，我介拢党委员的内政委员会啦，实在是书高还不错啦，哦，来讲话我实在听不上来啦，哦，你做馆长。彰化县的县长，你一年毕业的中小学的学生拢总几万人，你唔知？2万人尔呢？一年毕业2万人，你当年做的培养做10万呢？啊，这算数是安怎算？平均一人摕几个？一个人摕5个啊！啊，所以彰化县的毕业生若摕无5个，拢去找做保险客啊？2万？哎、欸，唔啦，你讲55万，啊，2万尔？是啊，哎、欸，唔啦。彰化县，我请教老人敢有遐济人？你若讲130万，老人的人口65以上，重没有老人啊！哇，伊这个有在上个重老重重阳节敬老这个啦，吼、哦！你若乘以6.5%，嘛无到八十，八个这个84万，对，
啊，所以做甲这做官掉了，无可能唔知道，尤其佮官掉签名咧送的，他有可能讲伊前送几个，伊唔知道。啊，若讲这个官掉连这安尼算数，甲干那算数都唔知道。啊，这个官掉头壳阿大妈都真正有问题啊。上我回头等下来讲啦。像这个标案吼，这遮济标案吼，他只可能你无讲，你咪嘛做过地方首长，这标案咧办的拢同一个人。社会出不得办的，就是固定的、所以呢，这个人一定知影讲，这个厂商的地址到底对不对？哦，第二，标案要开标，政府工人一定爱搞，对，所以这个、第一，这个管政的人，管政的人有问题；第二，政府处有问题；第三，我要讲的吼，中华地震署有问题。这长期安呢，这不是讲拢无人讲呢？民进党的议员、民进党的立委，讲过六届，嘛去检举，为什么彰化地检署不办？所以大家会觉得司法公正性有问题啊，是不是彰化地检署他是在做违事的工具啊？对不对？莫怪彰化县长昨晚跟你抢啊，讲啊无你来约谈，我跟你讲啦吼，伊讲一句话了吼，彰化地检署唔敢啊，惊到死啊，放假伊来约谈，但是。这代事是为九十五年就开始陆陆续续发生嘛，对吧？吼，所以讲那一年做十万的毕业生，两万的平均一年爱提五个呢。是啊，这会不会太过分了一点吧？其实呢，了解采港弊案的人，拢知影手法啦。手法你安怎变哦？万变不离其宗，拢是迄个手上钓的，迄个叫做嘿。退一万步讲啦，馆长唔知，啊你政风处总是会当问承办人员嘛？啊，起码讲承办人员拢固定迄个承办人员，你敢唔知讲他标的只进来标？啊，那奇怪，啊，这我两个未安讲小讲，到底是安怎来全只在咧标着的啦？这我人员真是有影可以吗？两种情形。一种政风人员是顶头压都想压啦，大方，无人敢讲，无人敢讲，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第二种是自己嘛掺在内底啊，啊就像嘴巴讲嘛。你讲共犯结构？我这个，我他就要违纪哦。可能性不高啦，可能性不高，可能性不高，可能性不高。然后咱做些做些。你讲啊，我看完啦，邓前明呐，邓前哦，还有你说公。结果正风的话，我也好啊。我见纪委阿里报警，你话为何国民党要阿里报警？我见咱正两看，除了剪掉的板管政府在弊案，廉政署，请你办你自己正风人员给大家看，查清楚公仆公公无，还无为啥无？啊是啊，所以讲哦，廉政署，这正风处的人，你总可以调动，你总可以查吧，对不对？来，更精彩！我们下个阶段回到现场，再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报告来。